姐妹们早上好，这个是我昨天在直播间里做的衣服，这个帽子戴上挺合适的，然后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帽子是怎么画的，单位是厘米哈，这个领宽和领深是基础领是8厘米和8厘米，领宽开宽 1.5， 领深开宽 4.5 厘米。这个是帽中，这个是帽中，这是纱线线，长是45厘米，上头的宽度是8厘米，领口上领口这位置是7厘米，这样画一个这个那个梯形就行。是两片组成的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这个是帽片，这个宽度是26厘米。这个位置是37厘米。往回量个4厘米，对角线5厘米，从上往下量个16厘米。再找出这几个4厘米、5厘米，还有5厘米这几个点，这个就是为了画这个弧度。这个帽子戴上大小挺合适的，姐妹们可以截图收藏，然后按照这个方法画一下。